是积极主动还是被动吸收，还是主动理性，还是老师讲什么是什么？在这个时代，懂得理性，懂得分辨，懂得好奇，是比努力读书还重要。因为只要你们好奇心，你自然会去找，会去找方法。你们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年代，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年代，因为你们什么都有，也造成你们什么都有。所以这个年代最重要的是态度。从金凯老师分享上，我学习到了上学要有好奇心，要有态度，你要做个有用的人。机会来到了，然后你要去珍惜，要去把握。怎么会让人生在同组又不变的孩子，他就像孤单，等你的空间在里面，你可以做出来的感觉。老师教我们是要去争取机会啊，要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啊，有去尝试，没有愁啊，去穿衣服啊，鞋子那些哦，自己都很难哦。我们要珍惜，我们也要感恩，我们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。如果我们有手有脚，然后就没有去争取任何东西，要珍惜现在自己拥有的，不要去争取自己没有的东西，然后怎么都有用的。你们想看，我们方面对生活上的困难，我们要克服，我们怎么去善用我身边的东西？单单只是用脚那个梳子来梳头，脚会酸吗？你们试看来，把你们的脚举起来，酸哦。OK， 放下来。怎么？我们可以怎么做，让我们的脚不用这样酸呢？啊？我们可以借助家里的什么东西来让我借力呢？桌子。所以我们生活上，因为我们可以怎么借助旁边的资源来让我们可以不要那么样的辛苦。从秦凯老师身上我学到的是认真学习，我要像秦凯老师这样学习来解决问题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心里茫茫的时候啊，我们需不需要看什么时候应该要抬头啊，什么时候会需要忍一下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地方。一些是看不到缺陷，看不到缺陷是什么呢？也许可能智商没有那么高，比如有些糖尿病，他的不是身体上的缺陷，而是心理智商的缺陷，其实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。我们在路上，我们在外面，如果遇到这些的人群的话，我们千万不要笑他。第一人你看，你看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子的？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也许不小心就会伤害到他，他会不会受伤？他会不会难过？他会不会从此不敢出来？当我们跟世界是有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却是一样的，因为我还是要吃饭，他们还是要生活。我们也许不需要去刻意关心他们，如果看到他，也许还跟我一笑。如果他有需要帮忙，我可以帮他。所以呢，我们有能力，我们健全，我们健康，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些同学呢，可以更好的做出来。秦凯老师用他的生命来说课。让我感触很深。里面有一句话是讲，有一些痛，它必须经历才能够成长。这个痛有两种痛，一个是身体的痛，另外一种痛呢，心理的痛。在生活上，在世界上，遇到一些的困难，为什么我们家长反而是处处维护孩子？这个痛。也是需要在父母身上展现承受，孩子才能够成长。但是来到真正的生活上考验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洒脱，这么样子可以放下，让孩子去经历这个痛呢？就是接受他自己，虽然他的脾气不好，但是不要情绪，他生活里面的一切，他一切应该是要努力。
有叛逆期，所以先从你改变，然后孩子跟着改变咯。当他分享他之前小时候的事情，他都可以用很聪明的方法、很开朗的方法来分享。原来是小时候家人对他的接纳，造成他积极乐观的性格。这个 point 我觉得很难出来。过去因为有家人的接纳、陪伴、相信，其实最重要就是爱，让我可以在外生活的自由很自在。要去陪伴孩子，要去接纳他。我这里的感受是，多给孩子的时间还有陪伴，要去聆听，然后再来好好的去接受和接纳。其实孩子的成就，大部分是因为父母的爱护，只有接纳孩子，孩子才可以接纳自己，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可能的。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？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跟你讲，妈咪，我长大过后要做一个清洁道夫，你会愿意吗？因为有意义啊，我要保护城市的干净。那天我看到那个清洁道夫，我就很想要成为。尤其开着那个垃圾车子，我觉得很帅。不是老板。啊，你看，里面有很多 terms and conditions 啊。各位，你真的相信你的孩子吗？如果他成为一个有责任感、愿意带动清洁道路的改革的人啊，我帮你成为改革者。我们真的相信孩子吗？还是说我们选择性相信，这个是我们的，也许我们不相信就慌的孩子。觉得我们已经是相信了，不是真正的去听了老师的课之后，是感觉到我们是选择性的去相信他。有一个让我感触就是说，当我们接纳孩子，相信的时候，有完全的相信吗？这个相信有时是有条件条规章，要思考，要深一层的思考。最后他也是有讲到爱和阻碍的爱，我们觉得是爱，是对孩子来讲可能是我们在阻碍着他。